哎呀，看你我害成了，算了，你给他脱了算了，你净下脚，让我害一下都落脸去了。赶紧，你得姥姥我走饭。不过咱俩吃过饭，我们吃的。好样的，他好不容易出来，想我这锅子实在是的。韩宇一会跟我这硬是吓坏了。 这些墨白白。你不炒花菜，炒副花菜。老二快回来呀、啊！伢回来了。嗯。 吃饭了，早就盼着做，上回热了一哈。老妈，拿点干蒜，把蒜哈着吃着香。<笑>我现在想缝补穿上五谷子路来了。吃吧，抓紧回家吃吧。 这个这草木好吃吗？这软，它好咬。<笑>